看小世界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先讲就讲了，这里，你这只，我现在这只有点脏，你知道吗？这只脏脏的，你要剪，知道吗？好尖哦！等一下，你先帮我剪小指甲。对，你们要剪小指甲，乖乖的哦，嗯，乖乖的哦，你们要剪小指甲。我们再看这一只，差不多这样子。你动动看一下好不好？嗯，这一只还是可以不用剪，来看这一只。嗯，你看看这只有没有？哦，这只可以不用剪。这样吗？你要手断掉，妹妹。很危险，手断掉怎么办？好拍了，你们这次剪好就好了，这次最后一次了。好了好了，妹妹很棒，再来再剪指甲吗？你要剪小指甲？你怎么躲躲起来？等一下，妹妹很棒，我们要不剪妹妹。